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很高兴我们有一阵子没有在八楼一起敬拜主，那很高兴能够在今天的早晨一起来，透过这样的经文来去再次思想我们的信仰，在追寻上帝，追寻真理这一道这个路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对我们的提醒？特别是昨天晚上，我觉得是很热闹的一个晚上，因为昨天晚上很热闹嘛，对，非常热闹。因为我第一次经历，因为以前只是耳闻而已，或者是阴错阳差也刚好没有。好像今年前几个月还是前几个礼拜也有这么热闹过，但是刚好阴错阳差的没有遇上，但是昨天有经历到光，就是热闹的晚上。那他们可能热闹，那我们今天早晨，或是复活的主，安安静静的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要对我们说什么？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追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是起起伏伏的，甚至有可能就像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一样，有可能我们就是当中的多马。起码我觉得我曾经是的，我是多马。所以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再次的去醒思，再次的去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提到说，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不管是我们信主多久，或是慕道有名，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都会频繁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或者是犹大卖耶稣的事情。知道他们对主的背叛，但多马的故事我们知道，其实多马他也一样，圣经里面有提到他三次的发言，那他三次的发言其实内在都显现出他对信仰是疑惑的，是小信的，是不足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了。他的门徒是欢喜快乐的，但是怎么样子？同工相信，门徒相信，但是多马却是非常的起。第一次呢，我们可以讲说，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在拉撒路死掉的时候，然后主说啊，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边，是因为为了你们这些门徒的缘故，要叫你们去相信。那我们现在可以起身前往那个地方了。就多马这时候跟门徒跟耶稣说什么？他说了一句话：“没有信心了，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但是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拉撒路。那第二次，他表明不太相信。第二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里面，我觉得他旁边应该没有提到。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讲的是什么？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是我必会再来接你们到我去的那里。可是多马这时候讲了什么？讲了上次的话。他讲什么？他讲说：“哎呀，主啊，我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因为一般我们都只知道犹大卖耶稣，然后也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多马同样也有这样的经历。第三次就是我们刚才今天早晨读到的这一段经文，主复活的现场怎么样子？他向门徒显现了，可是多马不在身边然后怎么样子？多马不在身边，然后门徒
经看见主了，可是怎么样子？多马却说了刚才啊，志明姊妹确实是在提到的二十五节那边讲，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然后呢，手上的钉痕，然后他又怎么样子？用指头去摸那个钉痕，甚至呢，用手去摸他的肋旁。要不然我是不信的。很特别哦，明明有很多人都起来做见证的，但是他就这么斩钉截铁的说这一句话，非要用指头探摸那个伤痕，要不然他不相信。好像他的同工、他的朋友这一些门徒去联合起来欺骗他。我们可以说，他知道耶稣受苦和死亡的情景，他参与在其中，所以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很真实、很绝对，在十字架上的情况。但是主说你三日后要复活这件事情，他已经忘记了。我们可以说，虽然复活带给什么？复活带给门徒是充满喜乐的，但是他们现在这一次这一段经文，他们再次聚集的时候，却是大门紧闭的。为什么？你要想想，你要去思想当时候的环境，复活。空坟墓，父母的耶稣都不见了，但是外面，难道复活这件事情只显现在门徒身上？过了八日之后，没有显现在外在的他的环境吗？这些门徒聚集的时候，内心不会有压力跟忐忑不安吗？我想一定是存在的，他们心境是非常的欢喜、兴奋、开心，甚至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外面有可能是风声鹤唳。但是为什么他们敢在一起？因为他们所信的耶稣复活了，战胜这个死亡。这个复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超越这个时空的跟环境的限制。再一次的临到他们的面前，向他们说平安。所以我们可以从先不谈多马，我们先从门徒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这一群人因为复活的耶稣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要重新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享受那个完全的福分，还有内在的心灵，是透过这个耶稣来帮助他们的。就如同我刚才叙述的，你想想，外面其实是很危险的，是风声鹤唳的。我们不像我们今天这么轻松的能够来到这边聚会，他们可能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聚集在一起。去赞美主，去聚集在一起，去互相领受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多马，这是门徒的反应。多马的反应跟门徒不一样啊，这是卡拉瓦乔的话。多马的反应跟门徒不一样，但是他显现什么？我们能够说，他的灵性是不好的吗？是次等的，或者是负面的吗？没有，多马的反应跟门徒不一样，他显现的其实是我们人性的反应，因为多马他不只是怎么样，他不只是要证据，他还要亲手去触摸，去验明证身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说，他的信仰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像我们一样，我们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的是人云亦云的相信。我昨天很特别，昨天有一个青年
啊，刚来的慕道友，他有提到说，哇，他不晓得为什么要进教会，因为他觉得进教会好像就是大家都来，我跟着来。他不要这样子，他想要清清，他这一次进到教会来，他想要清清楚楚的、好好的认识别人所说的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多马的反应其实也是反映出我们人性。他不要人一定的相信，甚至是怎么样子，其实他也说出他人性的怀疑在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有时候诚实的怀疑其实是靠近真理。他有可能是怎么样，他有可能是认真的，他有可能是严谨的。那我们从多马的反应跟门徒的反应不一样，我们再来看，哇，这个主对他是多么的怜悯，在当中，他用多马可以去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我复活了。他还真的满足了多马的要求。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那个多马，咚咚咚咚，几个步骤的要求，他通通都做到，而且他更告诉多马什么？他更告诉多马说：“不要怀疑，总要信。”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的主是多么怜悯的一件事情，他用一种什么？他用一种包容、一种接纳的方式，来去尊重多马的怀疑，满足多马的需要。有时候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对信仰的态度认真的时候、严谨的时候，他要回应我们。就像昨天那位年轻人讲的，他不要人云亦云的相信，他要自己来好好的认识主。别人说的这位美善的主，这位又真又活的主，他要亲自来认识。他不要只是大家来教会，他也跟着来教会。同时，主用这样子的方式一一的回答多马，是不是也表明其实主的爱是一个宽广，是一个包容的，是一个饶恕的，是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体恤我们、怜悯我们。直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如同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彼得他也三次不认主，多马不信，但是他都怎么样？他都一一的来克服，一一的来安慰、来体恤我们的软弱，甚至怎么样说出安慰的话。所以，当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看见。当多马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怎么样子？他回头，他伏在他的面前，甚至说了什么？他从一个非常非常的怀疑，到他深深的相信，他相信他的主不只是接纳他，不只是认识他，更回应他所有的需求。我们讲了，他不是不信而已。他还有一些步骤，但是主动一一的满足他的需要。这时候他怎么样？他去跨越他的理性的障碍，他勇敢的告白。他说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你以为这是容易的？七个字吗？我的主，我的上帝，这七个字很容易吗？我们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他们要聚集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候罗马人的主是什么？是谁？当时罗马人的主是凯撒。犹太人的主是谁？犹太人的主是他们的上主。
旧约那个时代。但是多马在这么不容易的这个环境还有思维之下，他讲出了这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他如今他明白，耶稣在他里面，透过这个耶稣，在复活的耶稣，再一次的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他知道，这个上帝透过复活的耶稣来掌管他生命一切的主，一切，也看见怎么样子。从这个复活的耶稣，他看见自己的不配，甚至看见上帝的爱，看见荣耀的主，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小心也好。从今他臣服在这个底下，因为有其他的不没有列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你知道他后来贵族就是大发热情，所以他不再疑惑，甚至怎样，他快跑跟随，他是快跑来跟随。那你呢？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快跑跟随主？我所谓的快跑跟随主，不是说啊，我们一定要这时候就是想尽办法，然后进到神学院受装备，然后成为传道人，叫做快跑跟随主。没有，这个观念不对。快跑跟随主，在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重要的身份，在你的生活所在现场去荣耀上帝。快跑跟随主，我们可以从多马的反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再多的去更多的去思考多马他的告白，他的反应。当耶稣对多马有讲到这句话说，来，你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刚才我们都有中文就有打上去了。其实摸的原文是什么？摸的原文它其实是看的意思。其实英文版就有把它表出来，看的意思。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连接，去想到，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在暗讽，就是多马的瞎眼？中文翻译成摸，那是看的。其实怎样子，复活的事情，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困难的去接受它，因为一个有形有体的偶像，像什么有形有体的，我们可能可以看得到，但是复活的这个信仰在我们里面，我们很难去体会。去经历得到，因为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刚才我们讲到说，耶稣叫他过来摸我的手，暗讽的多马瞎眼，其实是不是也表示，其实就是也可以表达出，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无感？这个环境，这个很多的经历在我们身边呢，但是呢，我们是无感、无知，有时候不像多马这样子自以为意的看这个世界。但是不要忘记，当复活的主超越时空。超越环境的限制去开启的时候，多马想在主的面前，更重要的是
他把这个平安的确据赏给我们。这个平安，这个平安的确据，让我们不用怎么样，我们不用到七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受一些限制，没有。这个平安是让我随时随在。哦，我举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哦，刚好这个礼拜刚好是，我生日嘛，那刚好那一天的一大早就有一个入殓，然后之后是一个火化的一个礼拜。我感谢主啊，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经历，不是吗？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一般的信仰，哇，这一大早就在我的生日当天，这说什么都不对。但是只有这个复活，这个复活的耶稣，这个平安的，他所赏赐平安的确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在，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吗？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哦，昨天我们都讲到说，昨天很热闹，所有的信仰，我们不是在这里评断其他的信仰，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他的信仰，我们乍听有时候劝人为善，有时候似是而非，好像是又好像非，但是有时候带出的核心价值是跟我们所连结的那位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跟上头有什么样？你跟什么连结，就会带出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眼光，带什么样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我们有可能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说宗教昨天很热闹，有可能我们提到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但是我们的奥秘是在于说，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耶稣，能够引领我们，能够在我们觉得我们看起来我们生命的软弱是不足的，是缺乏的，我的家庭是有问题的，我的人际关系是有问题的，我的经济是有问题的，我的亲子关系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这个复活的耶稣，这样的力量在我的里面的时候，他要成为一个引导，成为一个中介者，成为一个转换更新的力量，甚至是当你的问题是大到你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你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甚至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这个复活的力量帮助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去看待我的问题，让我在这个问题当中去充满平安喜乐。否则我们可能就是文明病上升了，文明病各式各样的文明病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我们内在不能跟我们自己很和谐的相处。其实复活的主跟多玛的相遇，其实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说，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的样式，他不只是引领我们。他的样式要怎样？他的样式要成为我们所学习的，不只是引导，不只是保护而已。我说的，我们虽然是小群，我们是蒙上帝拣选的，但是我们不是成为他的儿女而已，我们还要成为他的门徒。这个信仰使我们
有恩典，有平安的确实毋庸置疑。但是怎么样子？难道就这样子吗？你的生命的意义就只有这样子吗？没有，他还帮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样式。我们可以说怎么样子？我们可以说，在疑惑底下去相信的，有时候是悲观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样子疑惑下的信仰，是没有存着一个指望、盼望，甚至被这个信仰绑手绑脚。有没有可能？有啊。有没有说，哎呀，我不要成为基督徒，因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时候我会这里限制，那里限制。有，那我看见有人笑了，真的啊。但是，我记得我用过一个例子，但是当这个信仰帮助我们是什么？就如同那个2003年 SARS 发生的时候，当时候的。他也是个卫生局长邱淑媞，他在进入和平医院的时候，他身上穿的防护衣，他会觉得单薄吗？不会的，他肯定希望防护再更多一点，更安全一点。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受到的规范也好，律法也好，不就是这个意义吗？但是我们在一个很小心之，在一个怀疑之下的信，有可能会为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因为我们只看到环境的现实，我们只看到环境的限制，因此这样的信仰要带出一个担心、害怕，甚至是没有喜乐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这一群，我们不是多嘛，但是我们这一群是有福的人，因为主对他说了，刚才我们在一刚开始29节的经文那边有提到说，多嘛，你是因为看见我才相信的，但是呢，没有看见的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看看隔壁，看看我们的左右邻居，我们是有福的啊！不只是因为我们待在永福教会里面，这段经文，那个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也表达出，其实虽然这个信是让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怎么样子？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困难的地方，你有上帝的荣光，在你的困难的地方，在你的困难里面，你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大的欢喜快乐在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这是一个盼望在你们的里面。这样的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要去引导我们，他要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经历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我们不是受洗完后什么问题，我人生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没有，有可能问题还是在，但是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可以说直白一点讲，我们换了一个眼镜去看待你事的事情，甚至不只是换了一个角度看待事的事情，同时一个复活的力量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什么？我们可能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我们感谢多玛，感谢历代的教会的这些门徒，因为不是只有我们才会经历到
他们一样也经历到这样的挣扎，这样经历到这样的事实胜于雄辩的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每一次的疑惑，每一次的环境变化，在我们的里面震荡我们、搅动我们的时候，就是我要再一次去经历上帝，再一次去坚固我信心的机会。那有人点点头。我们每一次的怀疑，每一次的疑惑，每一次的环境变化，让我们再一次的经历。我们可以明白说，哎，上帝可能透过各式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来锻炼我们，让我们从疑惑当中去有更多的信心在我们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它不只是保护、引导你，这是确据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确据的，这个平安的这个信仰是确据的。但是更大的是，他让我们成为他起初创造的样式，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力量，一个新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来，进到你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要去见证福音。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疑惑的一个囫囵吞枣式的信仰，它就是心灵寄托。明白吗？囫囵吞枣，疑惑，囫囵吞枣，所以的，我们也是坐在这底下，我们也是敬拜主，但是有时候是不是囫囵吞枣式的疑惑式的信仰？它就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安慰，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可能会说：“啊，宗教就是劝人为善。”但真是这样子吗？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我们在追寻真理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容许我们去真诚的怀疑它，因为这比不一个相信的更完全的去靠近主。但是当我们在与主相遇的时候，在尝过他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多玛这样子说：“是的，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王，我的王是胜过一切，是引导我。”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复活的主，求你保守我们在寻求你的过程当中，求你时时引导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在静默的时候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在我们怀疑，在我们信心的软弱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主你就像母亲一样的疼爱我们，像父亲一样的保护我们。主，在我们面对我们的疑惑，在我们面对信仰的奥秘的时候，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继续谦卑的来顺服你，不只是顺服，主啊，帮助我们更真诚的向你来祷告。主啊，我们也要向你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在面对怀疑不信的人当中，主如同看见我自己过往一样。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柔顺
包容的言语，主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态度里面，主帮助我们去见证主你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主你那充满复活的力量也要成为我们每日的引导。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明白在你那看不见的双手，你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成为我们每日的引导。我们向你感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感恩。阿门。我们用这一首歌来祝福他。奉主耶稣的圣名。